好的这些房子，我们现在上去。你们这边可以稍微再高一点。好。好。哪种高？出来还是高？就是你看现在这边是平的，你看。你不要看这里，你看镜子。对，不，这个里面就是，不，你看这个地方，你不要看这里，变形，你不懂，你别说话，你，我太懂了，我真的太懂了。你看这边就很像个大脑门，你本来就是个大脑门。你干嘛？你现在头发是有颜色的。哎呀，那工作呀，工作，难得有工作呀，啊，工作啦。铁子们，工作了，铁子们。OK OK。今天什么王子？今天是大哥，我是大哥。好精神啊，这裤子真的是。看一下，问一下大家精神。好矮啊，把我弄的，你真的是。精不精神？你问大家精不精神？真的好精神啊，这个。裤子好精神啊，这怎么弄的？来吧来吧。这个只是拍照，一会儿可以换。哎呀，别哎，你们不要乱剪辑啊！我没有让他帮我那个，是那个意思啊。来看一下。就是他，不要乱剪辑啊！给他，不能乱剪辑。弄裤子。别乱剪辑啊！我是自己会的。啊！你怎么还跪下来弄呢？走，快！外面的天非常的好看。快！你可以，你可以。相机拿好，镜头拿好。喂，为什么放着我呀，家人？谁放着你了？不是，求求！真行！我知道。你快点放你自己。哇！你是谁？你不会是粉丝？我去给你搞伞去。相机，然后伞。要拿那个白色的镜头吗？要。你要带着是吧？那个我要给他拍特写。我觉得，哎，我好想染黑啊，现在，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染黑，好烦。那能跟家人们说一下。我现在很崩溃，我没法染黑。我想跟家人们说一下。不要再抨击我了。不要再骂他了，他也是身不由己啊。他真的是身不由己。因为暂时头发如果要是染黑的话，就是会更又上一次，然后头发就断完了。我们会先养一段时间，然后会染黑的哈，你们不要急。什么就不要急啊？跟他们有啥关系啊？哈，是我自己要染黑。嗯，对，我们自己会染黑的，不关你们事。我们自己开心，听到没？我自己开心。这边行，你看，你看镜子，就这边，就这边完全就没了。啊，就拽出来一些。拽出来，拉出来一点，让它，然后这边像个地方，就像个东西。知道为什么吗？嗯。没头发，不。有的，肯定有的。这边不能动了，我觉得，主要是这边嘛。这里是吗？这边在让它。这里是拿来挡你的。当你的额角的了，你额角没头发了，又没头发了。哎，我现在就是没头发的人。走，随便来，随便长啥样，就长啥样。走吧。走了。店员在外面拍，那个我们可以先拍一下那个顶楼里面那个。走。拍哪？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对，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地方，那种墙，白色墙。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哎，你们看看外面有多好看好吗？外面超级漂亮。能给你们看一下吗？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そのすべてを愛してるあなたと。看这外面冷吗？哇，这边真的好少头发，天哪，真的这边秃了。哎，镜头里面这边是秃的，知道为什么吗？真的就是你有的是很短，有的是短。哎，我很崩溃，我再也不染头发了，真的，我再也不染头发了，好烦。哎，走啦。戒指拿了吗？我给他戴上了，万事俱备了。哎，但这边真的很好看，你们看。
好了，走了。哇，好丑！我帮你拿包，你包不用拿走。我天、啊，我怎么这么丑啊？你一个人能丑成这样？你记得这边再帮我补一下，一会儿有办法吗？进来，一会儿下来弄一下。现在拍图而已。还行啦，不是镜头里面就会很明显，因为镜头就长得很不像个人。顶光的话就更明显，没顶光的话就不会那么明显。随便吧。亮吗？你看我。哦，再也不染头发了，真的是秃了我，真的，我之前头发巨多，你知道吗？我头发真的巨多，真的。是细软，但是头发特别多。可能就是我觉得自己巨多的时候，然后飘了，然后就随便乱染，把自己给染没了。忘了他们，那我从里离开，我用你，抚的皮草，我一点都喝过了，我喝了。哎，你们看前天那场阿根廷的比赛了吗？还得是我梅西呀、啊！还有希望，我跟你们说，还有希望。12月1号是阿根廷踢哪里啊？那一场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好不好？我们一起看球。那一场我跟你说，决定了，应该是能决定梅西的，哎，应该是能决定梅西的去留。如果是一分的话，如果是平的话，大概是1-1，哎，大概是4分。然后看了一下别的，哎呀，我还没有看那个战绩呢。没有染头发，这头发一直没有动过。哇！不，我是觉得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吧，那场必须得有。哎呀，那场反正大家必须得关注就是了，那场很重要。真的好离谱吗？破。对，我觉得必须得关注一下那一场，那场极其之重要。啊！这边，哇，这边有雨哎。下雨了，对，下雨了，而且风很大。哦，是吗？那我头发不没了。来个背影，来个背影。
背影吧。按个背影，但是你一定要挺直。一定要挺起来哦。对。就整个人得是挺拔一点。可以再来一张。好一点，好一点。那边。OK。家人们安全的，离那个栏杆很远很远。头发真的是，别落了，别落了，别落了，好看呐！算了算了算了，其实我想录刚刚那个天台上面那个。我刚刚录尾调，实在拿不动，拿不住，我先走了，拜拜。哎，好烦啊！
最后拍成这张了。不行，得多多拍几张。哎呀，我又没 vlog 了。我今天一个失掉。我也是。又没 vlog 了。有，我绝对给你搞个。每一次都不给我拍。你看，都怪你，没拿房卡。每一次都不拍，我真的很无语。对不起，我只长了两只手，我应该长了八只手。我真的无语了，每一次都不，每一次都不拍，每一次都不拍，我真的很无语，真的很烦，哎呀。无语，你为什么不拍？好烦，哎呦。噔噔噔。那个卡你没装上。真不行，在这边拍也行，这个暗暗的也挺好看的。这里可以用来快，咱们快速再头发来几张。你把那个电卡插上。气死我了！真气死，能气死个人，每天能气死个人，真的。啊！真的每天能气死个人。又没 vlog 了，烦死我了，真的是。好了，别搂它，先那片不是在往，不是往后的，得往前。这一期可能没有了啊，没事，有别的到时候给你们补。不要了，不要了，下次了。哎呀，不要，下次。他要录那个。不要了。哎呀，不要了！哎呀，你这样我给你拨进去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大哥，求求你了，你先让我现在，你让我现在先好好的先弄个头发，我现在心情很复杂，外面先快速的弄一下，来。我现在心情很复杂。那等一下。哎，我现在心情很复杂，极其复杂。你心情这么复杂，但是依旧不影响你的帅气哎。哎，给他擦一下。哎。知道拍照不易了吧？拍照真的不易、啊。其实我们每次图都是这么拍出来的，很不容易。每一次都不容易。对。还记得上次那个音乐节那次绿色的那套红色头发那个吗？哇塞，我们真的是翻山越岭啊！真的就是。外面的啊，美景没了，快，很快，去扫一下。因为我的宣传被封了，对，我也很无语。哎呀，求求了，疫情快点过去，行不行啊？我真的求求了，求求了，哎。我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没法来嘛，对，就很无语。不行，现在还是要起来。心头有点尖了。
是喷的有点多了。嗯，不是，是那个刚才有雨有水。对吧？你现在的头发里是水跟胶混在一起。那怎么办？嗯，就等它干，水蒸发掉就行了。行吧。哇，我长头发已经很快了，我里面全是黑色了，已经，真的已经长很快了。尖了，可以，尖是不尖了？嗯，那是碎发，嗯，就拿下来当那个吧。本来就想拿它当那个，但是你把我往那边扫，就这样往上顶一点点，然后喷一下就行。对，这样。里面顶起来。这里非常的蓬松。是啊。嗯，非常的蓬松。开它。前面没几根顶不下来。哎呀，不要再说了，我也很崩溃啊。已经没了。没事，就是这么快啊？就拍一片蓝吧。哇，好快，没了。对啊，但是这个那边还有一点点。你知道吗？你站这，拿一下，拿一下。酷，你就拿这个就不要拍了，不要拍了。没事，好看的。不要拍了，没法剪东西，你就拿着这个镜头，然后转过来，然后那个拍上来。闪了后面，哎呀，还行，但是要关灯。等我一下啊，关灯这里还看。就特斯麦的委屈一下，可以帅的，我连那个手电筒呢，在那里，这，你拿一下那个手电筒，没事，我拿。手电筒是不够亮了，我来，我这个可以放这边。你就真的先别拍了。不是，这个可以放这。不要。这可以放这。不要。不是，因为我要拿手电筒。不要，你两个都没换吗？你有没有支架？这个可以架这边。架这里不行。没事，你先拍吧，先用手电筒拍。对，快点，现在光线也 OK， 越来越浅色了。但其实我不想用闪光灯，我要拍那种就是暗暗的感觉。嗯。我放了镜头，等我一下，对啊。你们能瞅着吗？好。刚刚那个太大了，因为。你们能瞅着吧？瞅不着跟我说啊，你们整瞅着。你先转过来，你们看一下。你灯打到脸上了吗？靠近你。
再靠近。灯也太黑了，我手机呢？哎，行，我充电了，可以吗？天哪，这有点像那种，那个叫什么都市来着？罪恶都市，欲望都市，什么欲望都市？罪恶都市，哪里像罪恶都市？就很像那个玩的那个游戏《侠盗猎车》啊。还是不能有这个，其实很好看，但是不能开这个闪光灯，开闪光灯就会显得颜色不太好。还可以了吗？还没，你再等一下，我再试一下，我得调调相机。啊，极恶都市，对，极恶都市。仓库打脸。哇，它这边还有雨往上飘哎。往上飘？不知道是不是，就好神奇啊！这是雨吗？好帅啊！天哪。真的好帅，外面这有东西往上飘，天，好帅！这天气就很适合睡觉，就是在窝在床上，对，然后看看世界杯。你把脸转出来。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吗？对，就是拍出来已经没有那种感觉。要么就是上面风少一点。上面风少已经都晚上了。算了吧。这不都拍夜景。有图能发的了吗？还没。那我先下了。你先等一下。我可以下播了好像。可以了吗？那就下播了。我跟他们唠一会儿。你跟他们唠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那我要先下播了。啊。对，卡这个肩，大家都不好拍照，很辛苦，辛苦我卡这个了。那我就先下了，发型其实我的发型还好啦，就是，先这样吧，拜拜。我才半个小时啊，那算了，再给你们播半个小时。
哎，对了，我的粽子到了没？到了，在边上。到了啊？是吗？那我可以吃饭了。给你们吃饭吧。再给你们做饭。那我粽子会不会凉了呀？我只想要你的心啊，只想要的心啊。你怎么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你想啊，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燕儿学粉丝烫，又撩你猜相。等我一下，我弄一下。你是死在游戏桶里等着，想念你赐我礼物。等到卡子哥呀，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明胜，哦，我好像在厕所。啊，喂。我在厕所吃，是不是有点？没关系，其实还好。忘记了，没事。厕所，哎，都是自家人，没事。我不是说我不要香菜吗？怎么给我放香菜了呢？还好就一颗。你吃完饭就该拍照了。好。很好看哦。哪里啊？就这里，非常好看，拍出来。那我先不吃了吧。你先吃。我先调点颜色去。哦。好了，我喊你。不是，咱们都是一家人，没事儿。没有，一根我已经挑出来了。哎呀妈，真香！嗯，你吃蛋黄肉吧。别坨了。应该是你们先吃，我再吃。但忘记了。
我还有两口。这张红色不行。吃的，咱们来不及吗？我好想打那个格子啊！打格？打什么格子？这个。哦，什么？呀！这个歌能把人吓死，看镜子，看镜子。嗯，好好好，哇，真厉害，不一般，一般人打不到这种歌，是吧？对。没有输，不是。喝的牛奶，有没有喝了不多了好多有可的得说有没有你有的谈那可有我们有没有你迷路我是为他摸了我走你你看有没有不如比草雨的诺可れ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かどうも最高に生きつもこれ以上一つ継がれたことそうありはしな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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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可以拍了，可以拍吗？拍照。拍拍照也可以 ，vlog 可以拍吗？不不不。那现在就不拍了，那你觉得 OK 的时候跟我说一下。这一期没了，这一期先不录了。好，那走。下单晚上可以。走，拍照。红毯啥的。你可以站着。花臂哥手上是不是雍和宫的？对，没错。你可以站着，你也可以坐着，然后你也可以坐地上。好啊。就是自己可以了。好啊，好啊，给给。手机帮你拿着。但这边完全看不到。你们那个一下，你们委屈一下。你就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先试着。我把那个箱盒子拿着。啊。那个盒子要拿着。那个盒子。哦，好看的，真的好看。你看脸有点太绿了，给你换。再来一张，你要偏蓝一点，对不对？暗一点。也可以后期调一下中性。好，没问题。再来一次。好，可以开始了，正式开始吧。头可以稍微抬起来一点，要不然脸会不受光不足。对，是的。
你要这样弄的话，你就坐到边上来。哦，没事。对。就坐在这里的就可以稍微，你懂的，你这么帅，你知道怎么来。再来一次了，可以把头摆过来一点点，对，眼睛可以看镜头的两个。喂，你一直在对着墙。嗯。你先真的先别录了，你先管一下那个直播。我因为我这个看不到。直播完先，所以你翻转镜头，你翻转镜头之后，然后你就能看得到我在哪儿了。我。你把镜头翻转一下。转一下。等一下，找一下。下面三个点，然后点翻转。先别录了，你就先管这个。OK， 这下可以，我能这样能看着，因为刚刚看不见。两个手可以上去吗？这个手可以上去，对。但是可以再来几张，这个真的是很帅的，帅的，所以就是对，自己再来一下。等一下，把那裤脚稍微，你上面拽好了。哎，你能听我一次吗？咱们不要一心二用，你就管直播先，好吗？行吗？你可以往这边站一点吗？对，再来一点点。OK。坐在这里。差不多。好，别急，看我，你把头往那边倒一下，对，这里。看我一眼可以吗？好，马上啊！等我一下，再站起来吧。
可以坐那边上，也可以站在那边。行，站在地上，差不多。咋了？刚才应该没看到。没，应该没有。哇塞！他们都说挺帅啥的。对，你就 OK 吧，对，稍微靠一下，对，有点。可以靠那个花近一点点吗？对，是的。你是不是还开的那个熨烫机？啊，我关掉的。它这个哦，它你刚才那个啥，碰到了，进来的时候开那个啥就自己开了。不是，它那个按钮好像刚刚它碰到墙上，它就会开。哦，帅，烫。很帅。咱们可以换个洋气点的动作吗？就尽可能的，就时尚点，整点时尚活。我不会。你会的，你这么时髦的人。我不会。来。怎么弄啊？随意，你可以蹲上去，也可以站都可以，坐上去。来，时髦风。来。你这么时髦的，弄潮儿。怎么弄啊？都可以。对，转去。哎，帅，就这样是超帅吗？这样超帅的，别动啊，我给你脱下裤子。啊，但是。宝贝，你把上面那个拽一下，裤脚露出来。裤脚还是有点露出来哦。没事，最后给它搞黑吧。可以。涂黑就行。OK 啊，我又回我的厕所了。
咬花。啥？我要看我咬花。咬花。小心，你别有刺啊！你这个吃花，你不是这不是咬啊？咬花。哎呀！他这个是染上去的。那我的牙怎么办呀？哎呀！出事了，出事了，是金文啊？没有，没事。哎呀 ，barbecue 了。哎呀，哎呀，我刷个牙，我刷个牙，哎呀，气，气死我了，哎呀。说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谁让你们让我咬花咬花咬花的呀？啊？他说了不咬花不咬花，你说咬花干啥呀？咬花？你们开心了，我现在怎么办呀？咬花咬花，一天天不学点好，这惊险这种东西。然后天天熬死我了，咋整啊？完牙膏也没有。完，刺激完了，刷牙，膏里整下来。哎，不行，我得去刷牙了。我动了血，我这牙口不太行，嗯，然后出血。哥，我得补个妆，我痘露出来了。别补，没事。欧了，我这痘老明显了，痘印，它叫痘印。嗯，这个印可以，先补一下。嘿嘿。
我想录个那个，哥，那个什么，哎呦该死，哎，我要录那个，我要录一个那个，一会儿等我录一个，我一会儿就发一个。啊，该死，就是那个，你知不知道那个？你们不知道吧？我一会儿给你们看，你们一会儿就知道是啥了，可好了。啊，该死，那个。我一会儿给你们开，你们不懂的，一会儿就发。行了，还有两分钟，为什么没到一个小时就下了呢？因为两分钟让你们思念思念哥。啊吼！呀哈！下了，再见，我要。录视频了。